咋的了？情人节快乐。老公买什么玩意儿？你看你情人节，别人都买那啥玩意儿，咱买个大龙虾，你看。老公，你太不浪漫，人都买花，你买这个，这得多少钱呢？这实在呀，这。老公，这是你想吃，你还是说给我买的？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这到底给谁买的？不行，过节了嘛，这实在，洗锅烧油去。开车。老公，这几斤呢？这是。五斤沉的大龙虾，你花多少钱呢？这不能说这事儿。你不如送点我520-1314呢？这不比买玫瑰买巧克力实在吗？这不是、啊？你就长个痴心眼吧你啊！这情人节礼物，东西给我买了。我现在还有点怀疑。这五斤来沉大龙虾，咱看看是公母啊？哎呦去！公的，哎呀！你真是给我买的吗？是，情人节礼物吗？人家都来那个什么，哎呦，这壳太硬了。老公，其实我挺爱吃的，我就有点舍不得。平常热我也舍不得，说是买玫瑰啥的不耽误事儿吗？玫瑰耽误事儿？玫瑰没有龙虾好吃是没意思。哎呦我去！切大鱼儿咋样？这么的行，我先替你尝个咸道，我实在挺不住了。看我这秘制的小蘸料，我去！好吃啊！你真帅，老师费劲了，我下次咱别买这个，行吗？这不是过节吗？平常日子都舍不得。哎呀，这虾脑嘎嘎的！哎呦去！这能扣我脑袋上。我给你拿点啥来？来，咱们家一向都这个，知道吧？哇！哇！还真香，是吧？香到我这儿，我尝尝，好鲜呐！嗯。媳妇，你这么的吧。